亲爱的朋友们，二郎河是一个比较原始的雪乡，喜欢这里原始风景或者摄影的人一定要来这里看看，因为风景真的很原始，一种质朴的感觉油然而生。在远处你可以看到海浪风电厂在山顶上，那边有山路去海浪风电厂的山顶，在那里你可以欣赏雾凇和风车的美丽景色。我们的无人机将飞越二郎河风景区的塔楼。二郎河林场始建于1975年，2010年11月11日成立二郎河旅游风景区。景区坐落张广才岭中段老秃顶子东北侧，距离中国雪乡43公里，距离亚布力旅游名镇40公里。从亚布力到雪乡的游客在路过二浪河林场的时候都会要求司机停车下车拍照，用相机去记录下这个原始的村庄。其实我们去雪乡的时候也停在二浪河景区，我们想尝试找找我们的雪乡时光慢速酒店，没想到我们的司机找不到，我们的司机导航地图找不到酒店，导航引导我们到另一家酒店二浪河玉雪山庄。最后我们打电话给酒店老板，他告诉我们寻找您好时光酒店的标志，我们找了一小时终于找到了，还好是早上不是晚上，不然就麻烦了。我们的右边是雅雪公路，一条又宽又黑的轨道，我们的左边是一条河，可能叫二郎河，百度地图搜不到名字。这条小河将汇入一条更大的河，叫做海浪河，百度地图无法显示该镇的卫星地图，谷歌地图也把所有位置都弄错了，携程也没有显示我们的酒店地址。这段无人机视频也许可以提供帮助。看起来二郎河的旅游宣传很少，与中国雪乡相比二郎河要原始得多，没有太多的商业痕迹，二浪河显得静谧与朴实。这里不收门票，娱乐项目和食宿也相对的便宜。如果你喜欢清静，就是为了看雪玩雪，二浪河完全可以满足你对雪所有想象。我们的无人机现在正在向北飞行，不久之后将转向西边。你可以看到山上的原始森林。二浪河旅游景区海拔723米，气候与中国雪乡相似，冬季时间可长达7个月，积雪厚度可达2米左右，其雪量、雪质和雪粘度很特殊，随物具形的雪挂、雾凇等奇观令游客无不惊叹，其景观可与雪乡和亚布力景区雪景媲美，是一颗镶嵌在亚雪旅游线路上的又一夺目明珠。二浪河旅游风景区是一处氧吧，林间蕴藏着丰富的空气维生素富氧离子，每立方厘米约3万至5万个。我们的无人机现在正转向南方，
然后飞向二郎河风景区钢塔。有中国国旗的建筑物在钢塔前面，可能是学校。无人机将飞过学校上空，在我们眼前，学校前面有一个操场，操场中央有一个凉棚，路边有一块高大的岩石，上面刻着二郎河风景区，游客可以在那里休息和摄影。为了避免撞到塔楼，我们的无人机向左滑行，无人机将经过钢塔。无人机正飞向二郎河服务中心。白天大部分车辆都往雪乡方向行驶，今天风很大，我的无人机很难稳定。前面是一家叫二浪河御雪山庄的酒店，有一辆红色巴士载着游客去雪乡。早上我们在这里玩泼热水，下面黄色的建筑就是我们住的酒店雪乡时光慢速。今天早上我们沿着路往雅雪公路走，我们从公路桥下走到城镇的另一边。我们去过的庆丽小站在左边，前面有两个雪顶凉棚，适合拍照。今天早上，我们在蓝色水泥桶仓附近的河边玩雪，位置就在两个橙色酒店后面。眼前就是我们吃午饭的餐厅，乡里人东北特色大串餐厅，雪城四杰烧烤餐厅的对面。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可爱的小雪人。
在前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黄色酒店，屋顶上有一个牌子写着你好时光。好的，感谢您的观看，别忘了点赞和订阅。